不是让你在村子里面待着吗？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我也想去坟里看看，我想看看他们搞什么鬼。坟地那是好玩的地方吗？万一杀手埋伏在那里怎么办？快回去。我不会。我是东家，快回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东家了，这趟算我过你了。